这批禅修语，2019年7月4日晚上10:26，禅修让心休息。每个人都有忙碌的生活，每个人都会话自己点忙，点拼搏搵钱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故事，每个人亦有苦，自己知道。但是每个人都会呼吸，是咪？而我哋从来都没投诉过冇时间呼吸。禅修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呼吸，关注自己的呼吸，一吸一呼都知道，清清楚楚地知道，吸呼吸呼吸呼，等自己忙碌的一天慢慢沉淀下来，让自己的心冷静下来，休息，为了行更远而更好的路。